陈汉典爱犬，专费老弱妇孺。这只追着树叶狂奔的嗨咖吉娃娃，它的主人正是综艺节目的最佳绿叶陈汉典饰演。别人家的宠物都会才艺，那他的狗女儿比比会什么嘞？其实我就是这样模仿他。又不是叫主人表演才艺。奇怪啊，他看到那种老人啊，那种老人他就很生气。不知道为什么欺负老弱妇孺，这样也算才艺哦？那不如直接来测试看看。家里面最听你的话，应该最听我哥的，因为他都跟他睡在一起啊。对啊，因为是我哥买的，所以他跟他感情比较好。看到没有？我刚刚有讲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他最不喜欢什么？睡觉好。得到一个印证，哎，不行哦，不行这样哦，哈、哦，不好意思。就没办法，我哥过去也是会被咬，就只有骨头，只有骨头，对，其他都可以。哎，比比，哎，小朋友，你看老弱妇孺他都会欺负，小朋友他也欺负。好，出现一只小狗，哎哎，比比。比比还真是看不惯老人和小孩耶。不过他还是有踢到铁板的时候哦。小朋友，耶！小朋友，目前看起来很平和，但继续下去会如何呢？哎，这种狗是什么？猎狐梗的一种。好，猎狐梗，好特别啊！它猎狐狸啊？对，我打山猪哦，年轻的时候打山猪的。哇，这么厉害、啊！哇，那要小心啊！我们这个很烂，当然小心、哦，什么都不会。它这样，它打山猪很狠的，这样啊，咬掉牙齿了。想看对眼？哎、欸、哇，哎、欸，那个牙齿很厉害、欸。你知道？哦，厉害。不是，因为我刚才看到了牙齿很厉害。牙齿一排着哈，跟戒指一样的，你一撕开就。啊。看不出来，因为它体型蛮小的。上去了，赶快！上去了，赶快！上去了，赶快！哎！别！这画面不止比比吓到腿软，连陈汉典都快无力招架。我也吓到，因为你前面讲得很猛啊。没想到这只猎狐犬依然穷追猛打。我也会怕。他赶紧把比比装进袋子里，本以为剧情就此落幕，不甘心的比比却又回呛。好啦好啦，好狗不放马后炮，主人的安全也要顾嘛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